Oh, God! Oh, no, Panda! 很明显，对不对？好可怕、哦！大家好，欢迎回到秀丽肯聊鸡台。鸡台姐，你好，丽丽。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招牌，就是打招呼分开，再合起来。因为大家想看秀丽，不想看你。是你吧？好，没错，我今天呢，真的是非常久违的陆茶说。大家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很久没拍的原因吗？找不到什么题材，就是题材已经没。但是呢，好险最近我们有观众投稿，观众主动投稿的。就棉花糖炸鸡呢，好像有什么不错影片想让我们看，然后我们看一看说，好像可以拍成影片分享给大家看。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呢，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玩过抖音？这个应该大家都有吧？我是超猛的、啊。我之前有玩了、啊，但是后来没什么人看，我就没有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三个抖音上拍到的狗狗脸影片。这三个呢，在国外都很红，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在抖音上面好像有300多万个赞哦，300多万个赞哦，不是点阅率哦，所以它可能点阅是几千万。那个等一下会做个影片，所以大家记得看最后一个、哦，那个真蛮恐怖的。你有看过了吗？我晃过一下，我觉得蛮恐怖的。是还没有看过，所以我等一下是真实的。那会尖叫之类的吗？直接跑出去吗？真假的？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请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请小铃铛，一定要追踪我们的 IG 哦。好，那我们马上来看今天的三个抖音上拍到的狗狗脸影片吧。Let's go， 来看什么影片？我们就马上来看第一个影片嘛，有点进去吗？感觉很可怕。那这个封面图呢，就看到的是一个主人跟一个狗狗。然后这个影片的内容就是，这影片这个作者他本来想要遏制他的老婆，然后结果好像不小心拍到后面有诡异的一个黑影从旁边窜出来，然后又缩回去这样。然后那狗狗有看到，狗狗一直在看那个黑影。这是他们正在拍抖音的时候。对，然后不小心拍到这样，期待吗？我太紧张，等一下看的时候可以拿远一点吗？不然这样。好，那我们马上来看这个影片吧，开始了各位。你不要拿那么近，你不要那么浮夸吗？我没有浮夸，我是真的有点害怕。好，开始。吓走掉了，为什么？不喜欢啊。他被吓到了吗？吓走掉了哎。我帮拍一张。好，你刚看我了，你看到了吗？我没看到。好，相信应该有很多人没看到，那我们再看一次，因为大家注意看才看得到。再远一点，不要骂脏话了。真假也有可能是有人设计，也有可能是真的不小心拍到灵异现象，都有可能。那大家觉得这个黑影是怎样的？可以有人告诉我。好，那你刚刚看了什么反应？觉得是有一个人的头就是放出来，然后又刚缩进去，对不对？然后个几秒把它缩回去的。这会不会是他们家有人刚好在那边？我自己觉得还蛮像有设计过的，可是我也不是100%确定。说跟谁好的吗？有可能。但是有一个人在那边，人家头的，可是。行了，只是喜欢下去而已。那大家有什么想法吗？可以下面告诉我哦。那我们看完第一个抖音上面的狗狗的影片，我们来看第二个。但是这个呢，一开始以为是狗，然后它其实是猫了。主人好像就是监视器拍到它的猫咪走过一个他们家的厨房，结果厨房的门突然自动打开。我们来马上看一下，准备好了吗？它这个比较短，它这个只有5-6秒而已。开始。看一次，哦，是那个橱柜的门呐、啊。对，然后猫咪走过去，它就自动打开，不知道它是坐着。猫咪坐下来的速度好奇怪哦。然后被人家压下来，它是被人家压下来的。大家就不觉得那只猫是被人家这样子从上面压下来的？回应，把那个打开，然后那个猫咪管嘛，然后把人家下来。那大家有什么想法吗？这个就是一个猫咪经过厨房，然后橱柜的门莫名其妙自然打开。那我们来给它看一下慢动作好了，因为这个真的有点快，这个才5秒左右而已。看慢动作 ，Let's go。
看完慢动作之后，大家有发现后面有什么异样吗？有没有在那边附近发现什么奇怪的现象？我刚刚想到，会不会是那个橱柜是有老鼠跑出来？我们刚刚自己也看了好几次，就是后面好像没有什么奇怪的灵体，还是白点或者什么。猫咪突然被压低了，也没有什么看到的物体。我不是你的好伙伴。好，各位，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影片吧。第三个影片，这个呢，在抖音的 app 上面呢，这个有320万个赞，超扯的，26万个分享，26万分享。如果你打抖音灵异影片，可能它都是第一名吧。那我们就马上跟大家一起来看吧，3、2、1，开始。The dogs are ready for bed. Just a peaceful night here. Can't really go to bed myself. What the fuck is that? What? Oh!The dogs are ready for bed. Just a peaceful night here. Can't really go to bed myself. What the fuck is that? What? Oh god! Oh, 有看到很明显，对不对？好可怕、哦，竟然被你吓到了啦！哦，所以呢，刚看完了，就冷静一下。刚刚是被吓到，整个往外跑。我要抱着西游弟弟这个。刚才我们刚看的是，像就是跟第一个影片很像，但是这个更近，这个近到爆。对，然后是一个黑影，但这个主人的反应呢，我觉得太像谁的，还蛮 real 的感觉。如果假如是认识的话，我应该也不会反应那么大。我是这样一直看的，我们再看一次，我们再看一次，究竟是谁？看过，他就在看。所以主人自己有看到。对，然后那个狗狗也有傻眼一下，难怪这个会疯传成这样，300万。这是很真实的反应。对，然后就很不像 C 的，因为有没有 C， 其实我们仔细看一些细节是看得出来，但是这个就还蛮 real 的，因为我们看过很多灵异影片，然后这个我觉得七八成是真的吧。好，那大家有什么想法吗？因为这个真的是蛮可怕的。弟弟，你觉得可怕吗？好，那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慢动作好了。既然大家如果看不清楚的话，我们仔细看一下 ，Let's go。看完了，大家觉得如何呢？那大家看完第三个呢，有什么想法可以下面告诉我们哦。那各位，没错，那我们看完了今天的三个抖音上拍到的狗狗的影片，大家觉得哪个最恐怖呢？我觉得最后面那个真的有让我就是有吓到，吓到整个落荒而逃，没有办法坐在这边，那种感觉是麻麻的，很夸张哦。真的哦，我刚刚真实反应哦。你呢？我觉得刚刚很仔细看了，我觉得不是作假的程度蛮高的，就是还蛮 real 的。那看一下留言呢、啊，然后大家也觉得都很真，就是外国的网友也都说很真，不像 C 的。就是如果是真的话，就真的蛮可怕的。抖音的链接我们放在下面，大家想去看的话可以看哦。那如果大家还想看，就是我们分享什么狗狗的影片，也可以在私讯我们或留言告诉我们。对，就是像这种抖音的恐怖影片，因为我自己蛮喜欢看的。就是大家观众可以投稿。对，好，那就这样啦。大家想看什么片，下来告诉我们哦。一起开心吗 ？Nope。想要我们继续拍的话，可以再告诉我们，我们再考虑一下。好，那现在，要不然我们就打开抖音一下。紧张哦，其实我很害怕看那种鬼片。害怕？我很害怕看那种鬼片。最喜欢看鬼片了。好，那我们，如果大家还想看，就是我们分享什么狗狗的影片，可以在私讯我们或留言告诉我们。